你就往这个车就等啊，嗯，就是钻到这个，就叫它这样拉到底，两个拉到底，两个都拉到最顶，你就顶住了，哎，顶住，哎，两个都拉到最顶住，嗯，这个两个距离是一样的，嗯，在这个调好，这个调好，这个调好，哎，对，就调好，这个调好，这个压下去好了，这样距离就一样了，嗯。 它因为就是刚才如果灭不动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两边的剑丝，对，它就有可能是这个没有拉到底，那边就顶住了，就拉不过去了，又被顶住，它两个同距就不会动了，对，就要这样拉到底的话，这个这样按下去。 然后这正常装上去好了是吧？嗯，啊，对吧？